关注上的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谢谢 Kelly。二宝呢？在家等呢。他在家等着，他等我们俩。最近要上的就是还不晓得。修完了，手都拆掉了。谢谢八戒。昨天我看到有个粉丝宝宝在群里发的那个，就是浩南没上线的那个剧，还做了个表发到群里。但是具体上线的时间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那个时间都是没有定好的，没有确定那个发售时间。哎，来，安静一下，来，我录个声音，来，录不讲话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可以说话了。看一下，大马老师，还甩了啊？还甩了？你甩，你甩。我们都先甩。冷静啊！机器我就可以说话了。不是，刚才旁边在拍摄，拍摄要收音，因为我们是现场收音嘛，然后旁边就不能说话，说话就把我声音收进去了，收进去了人家那条就白拍了。衣服来了。谢谢六六啊，每个人好厉害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等我一下，我招个存档。下个星期可以看。下部戏，就明天进组，然后后天就开始拍了。我先离开了。什么？带他们回重庆了？加油！我今年我买个有几个房间的房子，他们到时候可以住家里了。
张张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干嘛？他在想我。我知道，菲菲，谢谢谢谢，我看到的，我刚才就回答了的，你可能没听到，就像我没看到有的时候的评论一样。对对对，今天就拍完了，拍完今天就走了。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天啊，然后我等会儿就这场其实很短，然后他们拍完我就要上场了，我就不连麦了。今天以后有的多的时间跟那个我们几个连啊。今天啥情况？明天跟秋秋打吗？下一个是谢谢一无畏。今天是空不知道。谢谢有谢谢百分百的人出相伴。直播了。回酒店我不直播了。你们知道我今天几点收工吗？我觉得我应该一两点了，而且这边离酒店比较远嘛，回去了可能就两点了，然后我回去得收拾行李，我回去就不直播了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提前点播。那位风干难不难受？他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。谢谢身漂亮的男子。我说暂时的分开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。放心，安全得很。我在我们国内特别安全。题材大致总结一下啊，叫类似于男女主商战。谢谢看得到吃不到的冰蓝玫瑰。女儿是不是不准你看你直播？跟你一起杀去。我等下到了户外，家人们，我等下到了户外，我可能就不摸手机了，我手机就甩包里了，因为室外真的太冷了，在下雪，我就不是很想碰手机。哦，真的很冷。有味儿吗？我会争取的，因为那个版权现在就是已经被别人买下了，但是拍不拍是别人说了算的这种。对，我不能拍盗版，我会被告的。我跟格格连啥线？他在我旁边，我跟他连线，我用麻绳把他捆起来吗？跟我。多少？